大家好，我是千鸟，今天要为大家带来的是《秘境探险二：道义有道》。Stairs. Must be getting somewhere. 到了，安安静嘞。Why do you bet we need to get to that statue? Yeah, how can this talk? 要去雕像那边。Tenzin, come here.按钮，另外一边会开。Tenzin, 那我们要互相帮忙。Yeah, Daniel, do you know? Yeah, it's easy for you to say. He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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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re.掉啦！这机关太老旧Bet I could climb those. 这看起来就太高了。如果再低一点就能爬上去，要怎么弄低它？有楼梯可以下去，或许在下面。啊，这个。哦，我弄的话是对面的下来。Pull that switch！ 亏他们这样还有办法沟通合作。
子，爬在上面还会被打下去。哦，还好，差点以为自己跳歪了。这边没有路。哦，应该是这个对面。这个有故障，不然我就过不去了呢。啊！没事。哎，我去哪？我去哪？啊！感觉往左边就是信仰之月的时候。信仰之月，没办法。那个吗？那个白色的吗？看起来应该是可以跳过去，好像又不太行。那边好像是我们刚刚进来的路，是不是？左边那个白色，这里啦。我们绕了一圈。宝藏好像要怎么拿呢？啊，妈就这样荡过来了，没有拿到。不要啊，我不要下去啊。啊，这可以下来，跳这么辛苦。
太大气了，那边上去了。对啊，我上来了。先看他那个宝藏，我可不可能把它射下来？然后在下面捡，试试看啊，妈不要不到哦，可以。哎，有吗？有吗？没有。感觉不是这样子，好像没有办法把它射下来，还是角度问题。有没有机会能够爬上去？好像没有。好多子弹，好吧，我觉得那个宝藏应该是要刚刚上神车的时候，现在应该捡不到了。Finally， 好可惜哦，都看到了说。Yaya! Great, now how am I gonna get across? Ah, my 桥断了，怎么办？Get over there somehow. Well, guess I'm doing it the hard way. 看起来只能穿越这些齿轮过去了。当霸道哎，讨厌！啊，这样子啊。喜欢的话可以帮忙按个喜欢，分享出去，订阅青鸟熊频道，获得最新的影片资讯。谢谢大家的收看，拜拜。